观众朋友您好，很多人在我们的脸书上问说，那我要怎么自己查圣经的原文呢？事实上是所谓的一个 strong number 斯特朗圣经编码，所以让我们来看以下的我们的内容，你会知道我们怎么自己来查圣经原文。你不用会希腊文，也不用问希伯来文，你甚至不用会英文，你就可以查哦。好，让我们请看。好，圣经原文查经，首先先在 Google 的地方你key 进去 strong number， 然后按下搜寻，搜寻之后你第一个看到的圣经阅读就把它点下去，然后你就可以进到我们这个 strong number 的网页里面呢。圣经的66卷书的每一个章节都秀出来了。我们今天要查的是马太福音三章，所以呢你看在马太福音那个03把它按下去，按下去之后呢，你就看到这是马太福音三章的全部经文。我们今天要查的是3:2，天国近了，应当悔改的悔改，悔改3340，它上面有一个数字，我们把它点下去。好，现在点了之后呢，秀出来3340是什么意思呢？是 metanoia，metanoia 就是改变一个人的心思，悔改、懊悔、转变的意思。好，英文是 repent， 或者是就是。To change one's mind， 改变一个人的心思。所以其实悔改不是行为，是心思。再来我们来看字根，看到源自3326与3539，我们首先看3326，我们把它点下去。好，3326是 meta 就是在什么什么之后，在什么什么后面。你看到下面有一堆解释，我们就不用看。英文也提到，后面也是提到 after、 behind， 对不对？ with， 所以呢是在提到是在什么什么之后转过去的意思，是 meta 的意思。再来是3340的字跟另外一个3539。好，3539点下去，3539是 knowyou 就是察觉、理解、领会、明白、留心考虑、细想、思考、想象。你会发现通通都是心思意念的成分，所以把这两个字根加在一起，就是把思想、把想法转过去，把想法转到后面去，就是改变你的心思。悔改不是改，而是悔。OK， 再来就是出现的经文，你上面按下去，就会把所有3340的每一个出处都列出来。好，我们来看，事实上我们赫尔本也有几个地方是对的，比如说像是路加福音17:3，他若懊悔就饶恕他的懊悔，也是3340，你看也是改变一个人的心思，而不是悔了还要改哦。好，再来是7:4也是一样，我懊悔，那个懊悔也是3340点下去，还是一样，不是行为，是心思意念。你看继续往下看，还有很多个地方大家都翻悔改，这是我们赫尔本的翻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是只有赫尔本是圣经，圣经原文才是无误的那个圣经。OK， 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你能够了解，真正的悔改不是悔了还要改，是改变一个人的心思意念。这就是圣经原文查经。上帝祝福你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你现在已经学会了我们如何在网络上用自己的手指滑鼠或者是你 iPad 等等点进去，你不用会希腊文或者是希伯来原文，你就可以查圣经原文了，是不是很开心呢？让我为你做这段的祝福祷告。阿爸天父，谢谢你透过了这些科技，让我们不像过去我们要翻好多好多词典才能够去查希腊文、希伯来原文，现在我们只要动动我们的手指就有这么棒的系统。谢谢你给我们这么棒的系统，谢谢你透过很多的弟兄姐妹做了这些很棒的东西，让我们能够自己来看圣经原文，让我们不是被翻译错误所影响，乃是真正的清清楚楚的知道神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，让我们在圣经无误的原文里面享受上帝美好的祝福，真正的福音。祝福大家，奉神祷告，阿们。